起这一切和一地的身影。你我快了坚持地抓到出星星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欢迎。各位警官，目前森林基本农田正遭遇严重威胁，我们经过卫星监控发现一大群蝗虫正在向大豆种植基地聚集，数量相当庞大。据侦查，蝗虫头目已经放话要把大豆基地吃干抹净，看来要进行一场恶战了，我请战。奇怪了，蝗虫之前都是进攻破坏玉米种植基地，这次为何要主动攻击大豆基地？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啊。白毛班长，你怎么看？各位警官，我有一份重要线索供大家分析，请看大屏幕。地震？是的，他又出现在地下黑市了。和他在一起的这四个人都是森林有名的惯犯，大象曾制售假种子，野猪干过非法占用农用地取土售卖的勾当，河马曾在直播间出售伪劣化肥，狐狸有诈骗前科，现在做粮食批发贸易。老鼠掺和粮食买卖也真是稀奇啊，此中必有蹊跷。看来一只耳又要搞幺蛾子哟。不过蝗虫来势汹汹，目前只有全力应战了。一只耳那边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有秘密武器，大家准备作战吧。是。站住！怎么有埋伏？方杰，这货！老板，老板，快派直升机来救我！黄大虫，你刚才在呼叫谁？是一只耳这个骗子。他说，只要我把大豆基地灭了，就给我派直升机帮我跑路出去逍遥。我好恨呐！又是一只耳，必须马上布控抓捕。各位老大，今天我们老板有事来不了了，不过老大说了，大家给的情报信息太重要了，等我们毁了大豆基地，市场紧缺，我们就高价卖进口大豆，一定赚翻了。大家拿着，这是信息费。哎呀呀，嘛钱不钱的，都是兄弟，数老大赚到了，别忘记我们哥几个就行。嗨，我还有更绝密的情报呢，一只耳老大啥时候来呀？我当面给他。老大今天在搬仓鼠基地见他舅舅呢。舅老爷最近从外面弄了一大堆大豆，酒仓在基地的粮仓里等出货呢。有我吧，蝗虫卧底，快跑！站住，别跑，吃点。警长，经过潜伏侦查，我已经拿到了大象三兄弟泄露的全部涉密信息了。但是一只耳很狡猾，搬仓鼠基地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坐标。看来这个坐标还得从搬仓鼠9528身上找结果。警长啊，以前是我错了，可我最近真是啥也没干啊。我们是见过一只耳，可也只是当信息调研员呢。现在怀疑你们和一只耳为首的犯罪团伙有关，请配合调查。9528，一只耳的基地在哪儿？我真不知道，老大也没告诉过我地址。哎，每次他都是坐直升机来找我，可威风了。说重点，别说这些废话。直升机，粮仓，有办法了。白鸽探长，快把森林上空近期飞行过的直升机航迹数据
全部排查一遍，发动全体森林居民举报近期一只耳的行踪。是，马上行动。大外甥，你最近干的可真不错，等我这批大豆全部出货，一定好好再分你一大笔钱。可是舅舅，黄大虫和大象三兄弟都被黑猫警长抓走了，就五二八那小子也没逃出来，这可咋办呢？怕什么，咱都躲到森林边境了，他们来的话我们立即坐直升机3分钟就能飞出森林去。几个小喽啰被抓算什么，正好可以少分钱。不好，一只耳反应挺快，得赶紧堵截直升机。哎呦！大外甥，这黑猫警长太可恶了，你带小弟先顶一顶，我去启动直升机。舅舅，救我！早就料到了，你有战斗哥，我有黑科技，直升机隐身。报告警戒，目标隐形，无法跟踪，申请启动量子探测器。同意启动，马上抓捕嫌犯。你连外甥都崇拜，太没有素质了，活该！